那个他做了一个 demo， 然后发到群里面，然后我一听，我那个鸡皮疙瘩就哇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在做的整个过程中，我都不会觉得他是自己问自己，我会觉得他是在跟一个自己很亲近的人的一个对话，有可能就是跟一个不存在的人，有可能是在跟一个千千万万的你，就会觉得不只是爱人了。我觉得人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自己热爱的坚持的东西。加一，加一，加一的心理，加一。我已经不是那个当初很变得更现实了，就不是很纯粹。对，以前有过这种事情，我一直没敢说出来。其实对，可能是老了吧，就是那种就是身体素质思想都跟不上的时候，就有点力不从心。对，以前拎得起一口气能上二楼，现在上两个楼梯都喘吁吁的。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加的理性了，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纯粹了嘛。对，不像我一开始学习音乐一样，但我觉得那是对。我觉得物质跟纯粹它并不是一个说非黑即白的东西。你可以在工作上保持物质，你可以在下班后去做你最想做的事。卖蛋糕吧，我不喜欢吃，我只喜欢我做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应该会就是被我爸妈说服，然后回家考公务员啊之类的，考编制啊之类的，要不然就考研啊这样。啊，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这一个行业引申出去，对，我会自己的一个自我认知的一个存在的意义上的缺失很多。我有认真想过，是真不知道。整个团队变得更成熟了。我会就是孩子气的东西少了很多，这个团队更稳固了，然后也更有一种团队的感觉，整个乐队层面上更平衡。就觉得大家能够志同道合来做这件事情不容易，更珍惜它了。我拿到这种问题，就那样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